欢迎收看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小翔。11月28日讯， CBA 20-21 赛季第二阶段即将开战。北控球员张帆在今日训练中获得了三分钟强度投篮冠军，主帅斯蒂芬马布里现场发红包以资鼓励，表示休赛期大家都很努力，明天即将复赛区，所以给予奖励。马布里表示休赛期加强了体能锻炼，球员每天都要保持状态，这样才能在比赛中很好的展示。赛会制比赛其实对球员来说是很大的挑战，因为一旦到了赛区，他们就没太多时间去训练，每天都要比赛，每天都要针对性布置对方策略，所以这段时间加强了体能训练，把该训练的训练到。对于外援情况，马布里说道，哈里森能打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事情，梅杰里因为身体原因被裁，团队认为他的健康状况达不到我们的要求，包括隔离期间没法正常训练，加上对中国篮球联盟不太了解，我们也想给他机会，但是他的状态达不到要求。本赛季首阶段，北控男篮取得5胜7负，排名第12。萨拉赫梅杰里代表北控出场2场，场均出场9.5分钟，能得到2.5分、1篮板、1封盖。2018-19赛季常规赛，安德鲁哈里森共代表鹈鹕、骑士和灰熊上场17次，场均上场11.0分钟，得到3.2分、1.2篮板、1.4助攻。他共代表勇士上场5次季前赛，场均上场5.9分钟，得到2.8分。编辑：姚凡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。